回收桶的衫为什么不拿得？搞衣物回收箱有一种魔力，十月有个男人偷，而家又有康间偷，但查实啲回收箱嘅二手衫都系啲人唔要捐出嚟噶啦，救世军又未嚟收集，已经唔属于捐赠者，又未属于救世军，点解都算偷嘢嘅？六大状就交露，要分好简单，就系睇下啲嘢放喺边啦。如果喺垃圾桶，即系垃圾，咁拎走咗都只系拾荒；但如果喺回收箱入面，就被视为有价值嘅嘢，拎走咗就系盗窃噶啦。呢啲救世军嘅回收箱其实系一个循环再用计划嚟，收集二手物品，分类再拎去卖，收益就用喺救世军嘅社区计划度。有部分嘅物资就会直接捐俾有需要嘅人，好似独居长者、露宿者、色囚同领众援人士等等啊。